来，刘凯东，你来，你直接挑战一个，从这儿跳过去，我看看。嗯、哇！我保护你，准备，走。差一点点，再来，走。哇，比刚才还轻呢，还少一块，那块垫拿过来。已经十二块了啊，准备，走。成功了没有？我感觉再弄一块他还能跳，但是我刚才说了，让他从那儿越过去啊。当然，刘凯东就是你们现在需要看到，需要学习的榜样，是不是？从头到尾劲头很足，然后呢，一点一点能完成。我们总共就十二块垫子，他全部把它完成了。我感觉我的垫子不够，下次教练还得继续买垫子了。啊，有多高，你能跳多高，我能满足你多高。